谢谢老师，谢谢丁世文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世鸾哦，老师好，你长得很漂亮，谢谢，很有气质。你算的这首歌呢，嘛唱了足好诶，好好的道理上，好的讲哦，你声足清气诶，所谓的干净呢，就是说没有杂质，你的声音是非常漂亮的，然后非常清亮、透彻，很有穿透力的。尤其中高音是你非常非常美的音域，可是低音呢，就会因为你的紧张。你的紧张都给低音的所在，就下不去了。你的尾音几乎都没有尾音，你就马上唱完，赶快唱完，赶快唱完，就这样，因为太紧张了。可是你的声音很好哎，你要有自信一点，要有自信，好不好？哈，压力太大了，你给自己的压力。接下来我们就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那个丁世暖。老师好，你好。我觉得说，其实当我遇到一个很美丽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在乎就那个到底哪个细节啊、紧张啊，或是好不好？因为对我来讲，美感是第一顺位啊。我觉得你今天就是展现一个很棒的美感，让这一首歌除了有思念故乡的心情啊，又可以介绍故乡给很外地人知道，好，这个是很特别的感觉啊。